这个我发现我们的种植技术是越来越先进了嘞。肯定嘛，我们要学习进步。切，哎。怎么说恐龙的头下发一下。啊。苏妹，放。好。那点灯打落了。好，好嘞，等了。知道吗？开斋。啊，终于搞完了，今天跑了斋十五天了，这。十五天了，有那么久啊？两天。三天。这，这蛇是哪样品种啊？新品种。那新品种。等我要结蛇了，你就晓得了。好吃没？好吃。这，嗯，我发这种摘法好摘嘞，轻松摘一盆。是啊，轻松，没有打当当。是啊，是啊。你是看现在轻松？你晓得我怼种龙怼了好久没？怼好久啊？三天。快哦，要三天。快哦。那你这干活太慢了。摘完了，啊，好热，这就洗澡去呗。这，嘿嘿，今天夜饭才有啊这。你就摸了这一头呢？哪个讲的没？一小半都是我摸的。屁！来摸奖，走。为啥？走。隔壁啥？哎呀，就是这，快点。啊，我的火了，慌了啊！走，快点了，我的火。没那么慌，下一个。江山，知道吧？来点酸汤。就是你像舍不得嘞，给那点酸汤，但酸得很。要紧，你王总，我们这给三万，对吧？行。啊，对。就你打汤干了嘞？吃饭。吃饭。啊。吃别的吗？下饭。怎么多吃点没？多给点了。给，我来给一大碗嘛。要得，要得。放鱼。来点盐。白菜，我们退货。啊，葱花，转快转，还有一个，哎呀，哇，哎呀，刚才还能打天了，这天才变快哦，又下起小雨了。装粉太少了，这，嗯，这雨下好哦，我们手一摘完就下雨了。要是早点下雨就好了。是啊，太热啊，种的。太晒了，明天我就晒黑了。你咋个算了黑？我这个才叫正宗黑，你看。那本来就黑。怎么你讲？嗯。毛鱼不会抓鱼，它长最喜欢吃鱼了。晓得。这，那时候几个月才可以换上？一般都要三四个月，三四个月。嗯，我觉得我们到时候可以卖烤地瓜，然后我搞个跟喇叭来的喊烤地瓜，烤地瓜，娃娃吃了顶呱呱，吃完地瓜，种地瓜，种完地瓜烤地瓜。